小狮子到家第二天，孩子饿了，吃猫粮。伺候小少爷，少爷，端着碗喂。这里面还有，哎，他看到那对，边还有，他刚才叼在里面了。丢里面，对，你不要吃这里面，你再把这个丢过去。好搞笑呀！你把那个丢过去。端在面前的是，还要在桌上吃一下。对，哦，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怎么办？没事没事，大哥。吃罐罐，不吃了，还要吃。这样子可以吧？可以。都是你的，你可以都吃的。呼噜噜，吃好吃的呼噜噜。卖个萌。什么？等。你不吃啦，宝宝。要噜噜。发嗲嗲。嗯，对，发嗲了，真是吃了好吃的就发嗲。你还真是能卖萌。卖萌的小狮子，对，吃完。吃卖萌换来的罐罐。舔地做什么？地上掉着。要节约。对。来喝水吃吧。对，来喝水吃。那里面没有，那个里面本来是放这个碗的。太搞笑了。哎，没事吧？好喜欢姐姐。要洗澡，要不要洗澡？巡视江山。对，你可以喝他们的水，你可以吃他们的粮。随便你。继续巡视。